家好，我是爱做菜的胖阿姨。现在每天跟着阮老师和铁峰老师学做营养菜，已经是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菜是鲜虾豆腐羹。大家看啊，这道菜准备了鲜虾、酱汁豆腐、还有鸡蛋、水淀粉、还有小葱。这道菜既补钙又有营养。我们现在开始做。现在呢，我把火打开，做好水。趁水没开啊，我把这个虾改一下刀。现在啊，这个水已经开了，先把这个豆腐倒里，先煮一下豆腐啊。因为这个虾啊，我刚才已经焯过了，去去腥味儿，所以这个呢可以后放。现在呢，我们放一点盐。现在呢，已经煮的差不多了啊，我们先放一点水淀粉，再淋上一个鸡蛋，这个时候啊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之后淋上一点香油，最后撒上一点小葱。这个你也可以不用葱啊，什么小白菜啊、菠菜呀、油菜都可以。现在我把它盛出来。好，我们这道鲜虾豆腐羹做好了。要想获取更多营养菜，请扫码获取。请您和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跟着阮老师和铁峰老师一起学做营养菜。有一种美食能被一位古代皇帝念念不忘，而这位又被称为古稀天子。我也隆重地带来这道令乾隆皇帝啊都念念不忘的千年养生第一糕，叫这道长寿皇帝的心爱食物，到了现代又会有怎样的改变呢？还有平时大家伙儿比较推崇的山药薏米芡实粥，还有什么四宝粥等等，其实这些呢都是由衍生而来的。对，让我们一起走进长寿皇帝的健康饮食，探寻食物里的养生之道。健康饮食服从口入，吃出营养，吃出健康。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铁峰。今天给我们分享养生菜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高级营养师，您的健康管理专家阮老师。铁峰老师您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英平，国家高级公共营养师，中医健康管理师，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还在为每天吃什么而烦恼，或者您还在寻找一道能够改善自身病情的养生菜，您都可以立即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在电子菜单中找到答案，里面更为不同人群专门归纳了适合的食物。如果您也想吃出健康，那么就请跟着我们一起每天学做一道养生菜。如果您也有其他方面的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提问，我和阮老师将会为大家一一解答。乾隆41年2月19号起至8月14号，皇上用养生第一宝4次，13年12月初3用养生第一宝9次。这个养生第一宝到底是什么呢？正义啊，
啊？尴尬了是吧？你听他说啥呢？我听他反正就宝啊宝的。什么乾隆宝啊？对啊，没听明白。老师，我被一道问题给难住了。什么问题？就是这个养生第一宝啊，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你说，这个第一宝啊，它界限也太模糊了点是吧？我一下子没法回答你啊。到底怎么回事？你再说说。就是昨天晚上嘛，我跟小猪出去。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这个事儿，就给了我一个大概，说是八种材料做的一个食物，嗯，而且皇帝还特别爱吃的一种养生美食。然后我就翻了很多的这个历史的养生这个资料啊什么的，我也没找到啊，也没找到。正义啊，平时啊，你跟他说点什么，他就不用心啊。其实你说这个，咱平时我跟任老师对话的时候说过这个事儿，嗯，你听说过，孟竹肯定应该也都听说过，我都吃这个东西。对，没错没错，其实这个也不能怪正义，嗯，这道养生美食啊确实很少有人知道。嗯，老师您快别卖关子了，快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呗。对啊。哦，俩人着急了是吧？那这样啊，哎，我说我跟阮老师以前提过这个事儿，对，你们可能都没在意，一带而过没往耳朵里去。对，那这样咱今天就请阮老师给大家呀好好讲一讲啊，我们提到的这个八种食品做出来这个养生第一宝。好，那今天呢我就给正义来解答一番，我也隆重地带来这道令乾隆皇帝啊都念念不忘的千年养生第一膏，叫八珍糕。嗯，老师，这八珍糕到底是什么呀？刚才我就说这个糕点是乾隆皇帝晚年就念念不忘的，是吧？嗯，所以我特别着急，这个东西怎么做的呀？怎么做的？对啊，也不是特别的难啊。其实说到这个八珍糕啊，就不得不提到咱们古代的皇帝乾隆了。除了乾隆皇帝的一生作为之外，提到乾隆呢，大家都知道的一点就是乾隆皇帝他特别的长寿。那咱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以89岁的高龄位居中国封建皇帝当中的长寿之首，被称为叫古稀天子。乾隆在位60年，退位以后依然是身体健康，思维清晰，那这些其实都跟他的饮食脱不开关系。而在乾隆皇帝的长寿的饮食当中，最最著名的就是今天刚才正义提到的八种食材，提到的这个八珍糕，也叫什么呢？也叫八仙糕。哎，没错啊，啊，根据史料的记载，哎，这个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他亲自制定了一款甜点的配方，叫八珍糕。那么根据乾隆那一朝的《上用人参底部》啊，有个记载，说乾隆41年2月19号开始，一直到8月14号，嗯，半年时间，对，半年时间，乾隆呢一共用八珍糕4次。嗯，听起来不是很多，对吧？是半年用了4次，对吧？那基本上那就一个多月才用一回，对，不多。他用什么都有记载，对，都有记载。然后呢，后来又有一个记载，就是清宫的脉案，叫清宫脉案，还有用药底部，这都是清宫档案。对，哎，那里面有一个记载说从那之后，一直到乾隆80多岁的时候，这个乾隆皇帝一直都在用八珍糕，啊，也就是说从乾隆50多岁开始，啊。嗯，开始用八珍糕啊，药膳养生当中就没有离开过八珍糕。嗯，说得对。哎，而且这个乾隆皇帝吧，他经常跟他身边这个小太监哈，嗯，主动要，嗯，提醒这些人，嗯，说每天要随着熬茶送八珍糕，也就是下午茶的时候得把八珍糕送上。哎，这下午茶这词儿用得好，对，就是下午茶。嗯，哎，那么目的是什么呢？很明确，养脾去腻，益寿延年，知道吧？嗯，由此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长寿皇帝他对八珍糕有多么重视。嗯，这个乾隆啊，这个我们叫寿至耄耋之年，不得了。哎，这跟他长期坚持用八珍糕是有很大关系的。是，这个八珍糕的基础食材呢是茯苓、薏米、莲子肉，再加芡实，再加山药，还有白扁豆。那么这些东西啊，大家听上去都挺平常的，其实这些食材都是属于药食同源的。
那它们组合到一起有神奇的力量。而乾隆年轻的时候，他吃的那个八珍糕啊，除了刚才说的六个之外，还有两个食材，就是山楂跟麦芽儿。那这两个加进去干什么呢？消食化积。后来乾隆年纪大了，年老以后，他就把后两味儿给他去掉了，又加上什么呢？人参跟白术。加这两个食材的目的就是为了强身健体。哎呦，这个八珍糕真是名不虚传了，就单看它这里头的食材都觉得真的是对身体特别好。这个皇宫的糕点它非常讲究。这个八珍糕吧，它其实是一个阴阳双调的这么一个方法。说得对。哎，这个它对于调理脾胃虚弱效果是非常好。这个能让乾隆一直坚持吃的绝对是好东西。是好东西。我都有点着急要尝尝。你这正事儿都没开始办呢，怎么就着急要吃了呢？咱们材料还没准备呢。对。是啊，这八珍糕的食材一样都没备下，你吃什么去啊？哎，在这儿我告诉你俩啊，这八珍糕的食材在我后背就有。看到没有？啊，看见了看见了。从第二个罐开始，往后数连着都在这里头了。哦，你看我们天天摆的是什么？我平时我就吃这八珍糕。不过呢，我吃的这八珍糕啊，跟你刚才提到的皇帝乾隆皇帝吃的八珍糕都不一样。知道不一样是在哪儿不一样吗？因为我也吃八珍糕，我知道。你也吃八珍糕？对，我吃的那是女版的八珍糕。对，那你现在说我真想吃啊，那我给你吃。我得吃男版的。说对了，你得吃男版的八珍糕。这八珍糕怎么还能分男女呢？那不行，那我要吃女版的八珍糕。你要吃女版的？但是我有个问题 这个男版的八珍糕是乾隆皇帝吃的啊，那你说孟主比如说吃的这种女版的八珍糕谁吃啊？吃女版八珍糕的这个人非常长寿，他就是老佛爷慈禧太后。我吃的这个女版的八珍糕呢，是在慈禧太后原来的那个八珍糕的基础上，我给它进行改良的。这道八珍糕又是因为什么能起到独特的养生效果呢？还有平时大家伙儿比较推崇的山药薏米芡实粥，还有什么四宝粥等等，其实这些呢都是由八珍糕衍生而来的。对，这里包含的八种珍贵材料又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呢？八珍糕里呢真像我们铁峰老师刚才说的啊，那么多的作用，而且它有阴有阳，有的是升有的是降，平和有偏，它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养生第一糕。稍事休息，精彩节目马上继续。那老师，今天这八珍糕可是我提出来的，必须得做男版的八珍糕。我同意，是吧，老师？你们俩什么时候就统一战线了？我们俩身份证的性质决定了，我们俩必须统一战线。对。那要是这么着的话，我就觉得，要不孟竹委屈一下你啊？你看看，我这个人经常妥协，没办法。赶紧抓紧时间。啊。按照我们既定方案办。办。啊，就这么定了。好，就这么定了。哎。今天呢，我们就做男版的八珍糕。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呢看到这会儿，哎呦，我也想自己在家里做这道千年养生第一糕，但是我又不知道你们今天不做的这个女版的八珍糕该怎么做呀？我告诉您啊，您可以随时添加我们栏目的微信，里边就有详细的配料和制作的整个过程，等待我们的女同志去收藏。那孟竹稍后扫一扫，收藏一下啊。老师，您看您说了这么多的食材啊，就不只是我没记住，我感觉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没记全。而且那么多就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可能也是比较难找的，您有没有什么家庭版的简易版的八珍糕可以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呗？这问题我发现是一个接一个啊。他说的有道理。哎呦，这还支持一把啊，还点了一个赞。要不我今天就给大家做一道改良版的家常的八珍糕。正义啊，现在希望你去把食材给温大厨送去吧。哎，好。
认不认识啊？都拿着，对不对？啊，对，这白芝麻。这么多我还有点保不住。黑芝麻。嗯，这是核桃仁儿。啊，核桃仁儿。这个是什么豆吧？黑豆。黑豆。哎呦我。嗯，还有你多跑两趟吧，别打了。莲子不能。我这比较懒。啊。薏仁儿。薏仁儿。啊，山药是吧？啊，芡实。哎呦，行了，我就走了。你可慢点啊。还真挺能干。啊，反正打了你就别吃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做的这道养生第一糕八珍糕，它特别适合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哎，就是像铁峰老师，就我这馅就可以了。这你这个50，还有我这个奔七的啊，就这些人往上走的人，都可以来用。上了年纪啊，基本上我们很多老同志啊，这脾胃啊，它就虚弱了。那么八珍糕的作用就是调养脾胃的一个经典的养生美食。你说你吃着口感好，饱了肚子，还调理了身体，这个多好啊。还有平时大家伙儿比较推崇的山药薏米芡实粥，还有什么四宝粥等等，其实这些呢都是由八珍糕衍生而来的。对，而且中医理论吧，认为什么呢？脾为后天之本，嗯，哎，气血生化之源。这人要想健康，要想有高的生活质量，必须健脾，必须把这个脾胃调好。没错，这是我们天天说的。所以呢，这个咱们今天做这个八珍糕呢，特别适合脾胃虚弱的朋友。比方说啊，平时觉得自己最近一段时间吃不下东西了，没胃口了，身体呢觉得挺累的，那这个时候你要具体说有什么病，好像还没什么病，没到那程度，没到那个程度，你这个时候呢就尝试一下做点八珍糕吃一吃。八珍糕的做法是先把这些食材研成粉末，再加上糯米混合，然后再添加一些水给它和成面。这里呢我们可以加一点蜂蜜，把这和好的面放入模具当中，然后上锅蒸，蒸熟了晾一晾就可以装盘了。大家伙呢也可以直接把八珍粉熬成糊糊状然后喝。只要大家用到了这个八珍，不是只限于糕和糊的形式，只要是吃了这个八珍，对调脾胃一定有很好的作用。对，哪怕做成八珍粉喝粥也行，没问题。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阮老师为大家做了这道千年养生第一糕八珍糕，如果您也有类似的独家养生菜，可以立即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发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如果被选中，将会收录到电子菜单中。同时呢，我们实话实说栏目组为大家整理了上千道真正的养生好菜，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就能够线上收藏您喜欢的养生菜，里面更有着与之相关的食物禁忌以及制作方法，更为不同人群专门归纳了适合您的食物。如果您也想吃出健康，那么就请跟着我们一起每天学做一道养生菜。其实啊，我们就言归正传啊，今天阮老师给大家讲的这个八珍糕啊，对，哎，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功效呢？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这八种药食兼备的中药材的功劳啊。你看这里边这茯苓，茯苓是健脾补中，哎，宁心安神，利水渗湿，这个四君子汤其中一君子就是它，对对对，主要的其中之一。这个芡实呢又叫鸡头米，好东西啊，补脾止泻，养心益肾，补中益气，滋补强壮，和胃理气，开胃进食。这个薏仁呢健脾开胃，补中祛湿。山药呢能健脾胃，益肺肾，补虚劳，祛风湿。白扁豆它能够理中益气，补肾健胃。莲子能够健脾补心，益气强志，强筋骨，补虚损，益肠胃。这个麦芽呢能消食和中，去积除胀。藕粉能够养胃滋阴，去瘀生心，消食健脾，凉血除烦，止藕渴，止泻痢。一口气啊，铁峰老师啊，就把这八珍糕里呀，这个各种成分呢、它的作用啊，说的都齐齐全全的。其实这个八珍糕里呢，真像我们铁峰老师刚才说的啊，
那么多的作用，而且它有阴有阳，有的是升，有的是降，平和有偏，它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养生第一膏。老师，刚才我就捋了一下啊，这个八珍膏首先分男版、女版，嗯，对吧？对，这个男版的就是乾隆皇帝爱吃的，对。但是乾隆皇帝爱吃的这一版呢，也有这个年轻的时候、年老的时候这两种，对，还分两，对，还分 A、B 版，对对对。所以说它有什么区别吗？啊，问这个问题，这个八珍膏呢分男八珍啊，还有女八珍。那么男八珍呢就是乾隆皇帝所用的。啊，女八珍呢就是慈禧所用的，那么男八珍就是原版八珍膏。那么在男八珍之上又分为健脾消积和增补元气两种。年轻的时候它是健脾消积，年老的时候它是增补元气。那么乾隆年轻的时候吃的这个八珍膏，其余的两味儿是山楂跟麦芽，对，目的就是消食化积啊，往下走，对，往下走。年纪大了之后他把山楂跟麦芽给去了，加上了是什么呢？人参跟白术，目的呢就是强身健体。哎，就这时候就是往上提了，往上提了，对，不再往下泻了，对对对。哎呀，荣老师啊，哎，咱们今天做的这道家庭版的八珍膏哈，在它原有的基础之上又进行了一个改动，这个改动是什么？您给大家说说。好，这次呢我给它留下了薏米、莲子、山药、茯苓这个四种，我给它加上了什么呢？核桃、黑豆还有黑白芝麻。嗯，这里呢我想着重的讲一下这个黑豆跟这个核桃。黑豆这个食材特别适合脾虚水肿，现在有不少的人呢这个腿肿、腿沉啊，这个走道呢提不起腿来，啊，还有脚气啊，有浮肿这样的朋友，所以我加了这个。另外呢，这个黑豆呢还有清热解毒的作用，还有补血养肾的作用。像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吃一些什么保健品、营养品等等，但是有些人吃完了之后，这身体它不运化，那就会出现什么呢？胃不舒服，容易这个腹胀。这其实呢就是药毒日久了停留在体内造成的。那么这个黑豆呢它可以有效地改善这些个情况。而且观众朋友，这个黑豆和核豆在生活当中都非常常见，也是大家公认的高营养的食材。你比如说它能补肾乌发，也能够延缓衰老。对，而且这个黑豆跟这个核桃搭配起来效果就更加好。所以我们这个观众朋友，平时您可以把这个黑豆啊、红糖啊、核桃啊搁在一起煮煮再吃，哎，这个就能为身体补充丰富的植物蛋白，而且呢还可以促进我们身体内的免疫细胞的再生和代谢，给我们的人体啊提供免疫球蛋白的活性。平时经常吃点黑豆还有核桃，可以有效地提高人的抵抗疾病的能力。黑豆跟这个核桃当中还含有一些天然的皂苷和一些微量元素 C， 还有维生素 E， 这些都是好的营养成分。那么这些物质呢都是天然的抗氧化的成分，它干什么呢？能抑制体内自由基的生成，而这个自由基啊它又是导致我们人呢衰老的一个重要的存在。你说这自由基数量减少以后，人的这个衰老的速度不就减慢点吗？另外这些营养成分呢还能够清理我们身体里的胆固醇啊，能够预防动脉硬化，你说这何乐而不为呀？奇特的八珍膏所含有的八种食材都有着不同的作用，而这道八珍膏又是老少皆宜。我们这道八珍膏老少皆宜，而且今天我也说了它特别适合的人，不同年龄的人又有着不同的配方，对于小朋友来说又该如何调整呢？我这次给您的是加味八珍膏，杏仁味儿啊挺足的，我想这小孩子应该是特别的爱吃。稍事休息，精彩节目马上继续。荣老师，哎，我看您还特意强调啊，我们最后加了黑芝麻和白芝麻。对对对，哎，您加这两样东西，这都是好东西啊。对，但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在讲黑芝麻跟白芝麻之前，我想先问问正义，他不记得那么仔细吗？啊，发没发现呢？我在这八珍糕里添了一些好东西啊。该说的好像都说了吧？哎哎，蜂蜜，和面的时候加蜂蜜了。对，就是蜂蜜。那为什么铁峰老师问我啊？芝麻，我非要讲这个蜂蜜呢？对啊，我猜那肯定是芝麻和蜂蜜搭配在一起有什么特殊的功效，就像黑豆和核桃在一块儿，不就是好处多多的吗？哎呦，还是孟竹懂我呀，聪明。哎，女孩子真的是挺细心的。黑芝麻、蜂蜜都是富含维生素 E 的，它们两个搭配在一起吃，能够起到润泽皮肤，同时呢还有养肺润肠的作用，特别适合在秋冬季节来吃。另外这个白芝麻呀，除了对皮肤有好处之外，还能润肠通便，再加上点蜂蜜，对咱们肠胃的益处是特别的多。这个阮老师给大家在营养上讲明白这八珍糕有多么好，要我说，其实从老百姓的角度去看呢，也一样是非常好的。你比如说在老百姓看来，这芝麻、蜂蜜、核桃都是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吃到的。你就算是茯苓、山药是一些药材，那它也是药食同源的啊，可能会贵一点。但是你想想，自己在家你不用多长时间就能做出一道这么能够令乾隆皇帝都念念不忘的养生第一糕，那不划算吗？当然划算了，对吧？而且它重点是什么？它不仅好吃，它对我们的身体好处还特别大呀。对，哎，我特别推荐观众朋友们自己在家里能够做这么一道八珍糕。老师啊，今天我们讲这个乾隆皇帝长寿美食啊，微友们特别活跃。现在就有一位这个叫年华的微友，他就问了，他说这个今天讲这个八珍糕啊，好像就是特地为我们观众朋友去准备的。然后他说我小孙子呀，这个最近就感觉胀气，然后还有点积食，去医院看了大夫呢，说是这个脾胃虚弱，然后他就想为这个小孙子也做这个八珍糕，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在这儿我要跟这位叫年华的微友说一下啊，我们这道八珍糕老少皆宜，而且今天我也说了，它特别适合脾胃虚弱的人。那由于您呢是要想做给小孙子吃，那我就在乾隆皇帝的南版八珍糕的基础上给您做一下更改。您可以把白扁豆换成杏仁儿。八珍糕呢，它是一个阴阳双调的方子，对于调理小孩子的脾胃虚弱效果真的是非常好，所以呢您可以根据孩子的情况做一个相应的调整。我这次给您的是加味八珍糕，去掉白扁豆，用杏仁50克来替代，因为杏仁呢它有开肺气通大肠的作用，同时呢还用了生山楂和炒麦芽，这样呢可以帮助消化以及积食。那么做出来的这个八珍糕呢，杏仁味儿啊挺足的，吃上去那个口感是糯中带着股韧劲儿，带嚼满嘴的那个杏仁香，我想这小孩子应该是特别的爱吃。这个黄帝内经里啊有那么说法，什么呢？就是人呐 脾气不通啊，则九窍不通。对，这小孩呢都是纯阳之体嘛，说肝肠有余